背着银色龙声吉他，巴哈姆特霸气现身，与十六名舞者唱跳盖世英雄，揭开演唱会序幕。一连唱了许多首经典歌曲，有快歌，有抒情歌，接着特别嘉宾登场，再掀高潮。尖叫声震耳欲聋，五月天阿信现身当嘉宾，还难得唱 rap， 现场11000名粉丝陷入疯狂。因为我的那个几位团员没有来哦，感觉赤裸，对，真的哦，哇，那真的赤裸是什么感觉？真的赤裸的感觉就是那个讲梗的时候会有点害羞。两人妙语如珠，还是把全场粉丝逗得哈哈大笑。三星闻综合报。